讲了20多年，大闸蟹一直很乖乖的。阳澄湖大闸蟹的口碑和质量一直很好的。阳澄湖大闸蟹在脚育底，十月初，母蟹新成熟，蟹怎么挑？看看肚子鼓不鼓，腿硬不硬？如果硬了，就是成熟了。今年全年的天气气候，对于养殖人来说真的是喜人。我们阳澄湖地区可以说是风调雨顺，而且非常利于大闸蟹的蜕壳和生长。今年最后一次脱壳时间，光照非常的充足，同时气温非常的适宜，极其适合大闸蟹的脱壳还有钙质的吸收，今年蟹的品质会非常的好。今年我们这个在防卫上面又有了新的提升，紫红色的代表湖区围网养殖的大闸蟹，那个深绿色的代表特别种池塘改造养殖的大闸蟹。今年我们湖区围网养殖的面积，跟高标准池塘养殖的这个面积加起来是在8.6万亩左右，预计总产量会达到11000吨左右，比去年增加了1600吨左右。